打多少？蓄力等他过来，直接放。哇，莫彦龙这个血量刷刷的掉啊！兄弟们，我这还没喷完呢，他就嘎了。莫彦龙在这个模组里实在是太弱了，还有很多的通灵术没有给大家展示。这个火影模组不但好玩，还非常的猛啊！想看我开坑的兄弟，一定要长按点赞加关注啊！多的话，咱们下一期直接开启挑战。那我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